爱绽放，映入眼眸。风光每天吹来，在咿呀咿呀，轻晃着我裙摆。转了一圈，发现了唯一一家卖蛋糕的。我选了一个这个，然后还选了一个蜻蜓。这边是葡萄、芋泥、草莓，上面是一些蜻蜓蛋糕。这个我也想吃，但是今天就买两个。对吗？嗯，对，还有一个青提打包两个。这边打包的话，建议半小时之内吃完，或者是放进冰箱冷藏。好的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哎，太难吃了。发现目标。当当当，在这里，我要一个这个单层的牛肉汉堡吧。单层牛肉汉堡。嗯。奶昔需要吗？奶昔要一个吧。你可以试试这款，挺好吃的，它那个很脆脆的。好喝吗？那个偏甜吗？有点酸甜的那种吗？不会很甜吧？不会很甜，酸甜。那给我来一个吧。嗯，一个这个奶昔，让咱们先吃个蛋糕垫垫肚子。每个都会单独包装，真不错。这个青提看着就很有胃口，嘿嘿。这么多奶油不能浪费了，奶油不腻。首先好评，淡淡的青提味。给大家看看横截面，据说里面还有夹心。好好吃，奶油一点都不腻。里面是它的那个青提果冻，然后这青提是大颗的，也很甜，好好吃。别说这青提还比奶油甜一点。这是四寸的大小青提的39块钱，感觉价格合适，一般的够两个人吃，而且还不会感觉到量少。我可太满意这个蛋糕了，一口一口完全停不下来。喝一下这个是不是像新出的那个西柚奶昔？喝之前完全没有意识到会那么难喝。甜不甜？但是还好，真的很甜。最近都感觉蛋糕是给他顶的。这样一看，这蛋糕真值。Shake Shack 价格真的离谱。不说这形状做的还挺像。这里面这个是酒酿，里面是慕斯，酒酿味道也不是很浓，被铺在下面的蛋黄又从味道盖过去了。口感其实我觉得是一般的，
请我妈带我去尝一尝。饼差不多就好了。是呀，这个招牌的牛肉吧。我们想它的甜点包子。蛋贵也是真贵，一个四起。擀饺油饼吃起来油感挺重，西红柿生菜看上去倒是很新鲜紧。本来吃的蛮开心，瞬间被那杯奶昔喝的生气。我感觉就是可以贵，咱们偶尔吃一吃，但是你不能贵了，太难吃。行吧，这汉堡确实也还行，这好吃都因为贵变得一般了。我觉得这个喝的肯定比我那45块钱的奶昔爽，这两个真的好重。来吃这家超级实惠的江浙菜。晚上和爸妈来吃饭了，本来是想吃烤肉，但是没耗子。很香又嫩，还不会觉得没味，关键老爸喜欢。招牌蛋黄鸡翅，吃过这家的肯定都知道。他们家我就会一不小心点一桌子都是肉哈，味道好，价格适中。这羊排真的老香了。干锅花菜又一个必点。这个卷饼巨好吃，哈哈哈哈，在我这比蛋黄鸡翅还好吃。好了，咱下期视频再见了，拜拜家人们。